江湖传说有一隐士门派，名叫千门。门人聪明绝伦，上可安邦定国，下可守护苍生，但物极必反，千门中兵扰乱社稷，引发天威天怒。一派门人上武，誓死对抗朝廷，名为凌渊；另一派门人从商，远离朝堂，化为云台。云台凌渊同根同源，于后百年相争不休。公子，我们弟兄就想结个道，让你的人把家伙收了，我们只图财，图海命。海寇常年为患，但是他们当中其实并非全部是真正的外邦人。此话怎讲？一来朝廷禁海，很多吃海的人断了生计，便找个由头聚众打劫；二来这其中还有很多官兵假扮海寇，坚守自盗，就好像是你们二位。我操！你是如何看出我们身份的？阵仗太大，几十个人，手里边全部都拿着关刀。下次注意啊，刀倒是其次，官靴。他娘的，这人留不得，让弟兄们动手吧。白居镇盐场，官匪一窝，驱除陆林，截杀盐商。只怕二位官爷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我活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兄弟伙向来不留活口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！将死之人了，换成寻常人早就拉裤子了。你看这小子，手都没抖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知道我身份的不能是活人，但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让你们死。万龙子，出去看看。不是我，是他。外面都是我的人，你就算插上翅膀也跑不了。只要你服下这个解药，就可以保你性命。
强兄弟，谢谢你替我们收拾了这些败类。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。你看似文弱，但是你单枪匹马的联合了我们这么多支队伍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多谢各位好汉出手相助。如今的官匪已经被灭去了十之七八，下一步，我想去会一会那个幕后黑手。怎么，你要去对付阎罗王？那可是个虎狼之辈，要不我们随你同去。各位好意，云翔心领。我一人之事，自然由我一力承担。那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他？人既无虎狼之爪牙，亦无狮象之力量，却可擒狼伏虎，驯狮猎象，何以为智慧啊？二位师兄，云翔就此别过。云翔，修业十五年，一朝出山，意欲几时归来啊？尚不可知。不知归期无妨，但需谨记：云台中人入红尘，博世俗之名，亦是为天下苍生。云台所授，心怀天下，兼济苍生。但云台人，也是世间人。待我了却了一桩往事，自会谨守云台之道。南都富商文聪欺行霸市，扰乱市场，现证据确凿，没收家产，即刻押往白驹镇盐场服役。阎罗望以官谋私，装作匪徒抢劫过路盐商，以剿匪之名杀害了我多少兄弟！哎，黑手！黑手！上个月初四，你们这里押来了一名犯人，年纪六旬有余，你可有印象？叫什么？文聪。你说那个废人？废人？他被关在哪里啊？阎矿，关犯人的地方。是谁把他送来的？阎罗王。再摇，骰子都被你摇碎了。哎呦，三个五豹子！滚！
死的呀？我来。你已经连赢了12手，敢不敢跟我赌个大的？知道老子是谁吗？白居镇盐场矿监阎洛望阎大人。算你有见识。小妞啊，这地儿是你该来的吗？小心把你自个儿赔进去。这是我的赌注。这可是值钱的红物件啊，可不常见。我有一个朋友被关在盐场的监牢里，若是我赢了，就请严大人将他放出来。私放囚犯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啊。谁不知道，这白居镇大大小小的事儿，都是您说的算。不，我严某人做官向来是公正严明。放人绝无可能，倒是可以让你见上一面，如何？你可想清楚，这我已经是帮了天大的忙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你下来。出千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小心把自个儿搭进来。
大夫，要钱能付多赊几日？100文，不赊账。算我的，拿上药，快点走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大夫，我想求一副治暑热的偏方。早春时节，公子寻求退暑热的方子。君儿多难，妻儿不愧。留一副药。 心里踏实。巧了，我有这个方子的成药，公子请随我来。酒不待客，简陋了些，请。无妨。前辈守在这白居镇，也有十余载了吧？不知公子相此次前来，是为何事？ 不知前辈可曾听闻，有一位同门被关到了白居镇盐场的牢狱。谁？宗侠南都的文老前辈。文聪。恕我失察，竟不知此事。话说，这个盐场黑牢是向来只进不出的，而且据说矿监更是暴虐至极，阎罗王的混号。 阎罗王，愚人莽夫一个罢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他们手下可是有一批兵丁的。我已灭去大半。那公子相苦寻文老前辈，又究竟所为何事呢？无他。这里想问一下前辈。 在白居镇里，可还安插了其他同门？这边缘小镇，十几年来就我一人。大力点，别偷懒啊！快点，速度快点！大力点。 今儿个继续给我找，就算那小妞是鬼，我也不信她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是，小的一定留心。大人，是啊。他阎罗王劫持盐商。 是跟曹帮勾结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官府竟未察觉，他明面上的账簿做得滴水不漏，也就是说，还有另一套暗账，想必那暗账便藏在阎罗王家中。还不让开！不知道这是谁的车？下来，知道车上的是谁吗？ 这才几日，如何又来？近日不太平，帮主让我多帮衬你。他娘的！帮主让我提醒你，近来官府对私盐越查越紧，切勿贸然行事。又想赚钱，又想稳妥，天底下有这等好事？ 开门！死哪儿去了？阎罗王回来了，先走。你跟踪我？别废话，先跟我走。事必办成呢，不能走。 Thank you.
丁兄，请坐。近日盐场可有异样？无异啊。把那本案账拿与我看看。走。您这账目可一月比一月少了。这盐商也是一个比一个精了，动辄就几十上百人成群结队。你倒是想劫，劫得着吗？动辄屠杀商队，下手过重，盐商岂能不抱团？血沾我手，戚帮主倒是活得松快。说话谨慎些，要不是曹帮做的地，盐大人怕是过得也没这么自在。公账呢？案账我收起来了，啊，务必保管好。这本交于帮主查阅。那好，我先告辞了。嗯，我送你。既然带我来这儿，有话便说。在那吃看什么？是你一直在跟踪我，不是应该我先问你？刚刚若不是我，你早被那阎罗王下酒了。你看这一轮落日，有的人看到的是落霞与故物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而有的人看到的却是残阳如血。哎，你说你黑狱中的那个朋友是谁啊？刚才在房梁上离你那么近，我闻到你香囊里散发着梅花影的味。原来那么多年，文老还是喜欢这种香。你认识我义父？你也是云台的人？是，或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听闻他在狱中已经成了废人。想要把他救出来，绝非易事。不过姑娘，你要肯与我联手的话，我能有十成的把握。怎么？你是不信我，还是有更好的选择？你半分武功都不会，如何与我联手？我有脑子不就好了吗？沿着这条驿路下去20里，会有一座码头，旁边埋的呢？都是阎罗王手下的官匪，他们全部死于我手。哼，吹嘘了吧？你不过是借刀杀人罢了。江边那一战我都看在眼里，要不是确信你与阎罗王是对手，我怎会出手帮你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冒险道出这本案账，究竟有何用？你若信我，就听我的安排。我叫舒亚楠，你也报上名来。云香。你带上账本，去扬州，一切就依计行事。那你呢？我去见文聪。客官，里边请。严大人今晚手风不顺。小子，为何你每次都大我一点？大一点不就可以了吗？昨晚
好像你也在场是吧？严大人果然好记性，可是从前却没有见过你，该不会是海寇派来的奸细吧？怎么，我像海寇吗？小白脸儿，要不然咱们换个玩法。不知严大人想怎么赌？比谁的点数小，赌你手上所有的银子。大人，我没这么多钱呢。不打紧，只要你赢了，这一锭金子你拿走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我先手，如何？好，你可想好了？若打平的话，先手胜。好，有种！哎，慢着，大人，你这是把路给走绝了。少废话，收钱。是。哎，且慢，且慢，我还没摇呢。摇？我倒要看看，你还能摇出花来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装神弄鬼。嗯，我好了。真好了。是要反悔？反悔？谁不知道在这白驹镇，就是我严某人最为公道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，只是你那手段不太高明。不好规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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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规矩。对。你要不然这样吧，严大人，我们再赌一局，还是你先手。算你识相。这样吧，严大人，为了以示公正，我想用您的骰子。我还想借您身边的这位小兄弟来帮我摇。你要好一点啊。先手胜，收钱。哎，慢着！
水银啊！你小子，你动手脚！严大人，你出千，你还污蔑我？虽然在白驹镇，大家也得讲讲公道吧？对呀，不玩了。抓着他！过。哦。哎。喂。哎。带回去。凭什么抓我？还有公道吗？老实点。走。公道。老子就是公道。过来，走。在我的地盘，还没有人能拿了我的钱平安走出去。他娘的，都给我听好了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死。我要让你一丁一点烂死在这里头。是。身仗几千重山，北山南纵是峰，人亦远数许看火马，踏石山不见踪。春雨泥泞在你和我的心中，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合合分分，一生一次转身，从此这扇心门再不许人过问。